大家有知道吗？还是有戴过？不是有一些隐形眼镜是那个角膜变色片，对不对？就买一个红色的，或者是荧光粉红色的，就是像戴上去。来，我问你哦，你戴上去之后，你看得到你的你戴哪个颜色的隐形眼镜吗？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你如果看得到，你的世界不是全都是红色，对不对？那你说真的看不到吗？看得到，你眼球转一下，它会位移一下，你的世界就会这样，然后恢复正常，然后再乱转一下。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那个，这个要发音准，瞳孔变大片，就是还是瞳孔放大片，戴上去不就哇，这瞳孔都放那么大，你还好吧？因为有人研究过啦，就是那种两个明明看起来是一样的照片，然后给你看，然后问你哪个比较强，就哪一个比较、吸引的、然后大家就会再分析，就是一种对人脸美感的感觉。然后以后就可以用机器帮忙辨认，只要照片扫进去，他就帮你分出来，这边是美人，这边是丑人，所以他们就会类似像这样。然后他们就会有几个，例如说对称性，有人会认为对称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。然后那个我不管。另外的话，有人是看那个瞳孔比较大，看起来会比较那种魅惑的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对，他们会觉得瞳孔比较大，好像真的有一点比较神秘的感觉。